这是目前 S2 杰克，这把的话呢，哎，当我看到这个阵容的时候，一定要来观战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啊，机械师飞轮、咒术师飞轮、入殓师飞轮、野人这边有可能也带个飞轮。这把杰克贼难打，这个局杰克要赢啊！我说实话啊，真的，求生者不出现一些比较严重的失误，这个局杰克他非常难赢。原因就是你哪怕非常顺利的，比如第一个人抓的是机械师，好，你顺利把机械师挂飞以后。后面有个入殓师作为穷者的保底，这把追娃嘛，这把追娃更难打呀！一刀误认没甩到，那这边机械师的娃同，虽然说你打掉这个娃的娃拖你不少的时间，机械师本体离你拉得非常远，但移形可能还行。现在的话基本上。就别说赢了，我觉得真是别说赢了，这保平非常非常困难，非常非常的难。抓个入殓师，抓个机械师都，哎，抓谁都一样，抓谁都一样，秒个机械师保平吧。那你这边抓入殓师、抓咒术师的话，我觉得这个局基本上穷人四人开门战还是机会面很大的。入殓师他不需要第一波不需要人救，那灵柩可以给到他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给到穷水非常舒服的一个休息环境，那么你抓咒术师没关系啊，咒术师这边攒孤，对吧？你真把我击倒了，后面第二波我才厉害呢。一个漂亮的飞轮躲掉这一波误认，游戏现在对于杰克来讲有一个叫做保平保卫战啊，保平保卫战，平平保卫战吧，啊，我们取个小名啊，叫平平保卫战，就看怎么保平了。因为这版的咒术师这边是飞轮加双弹，他不带。大心脏，但也不好弄，那也不好弄。有两点，第一点呢，由于前期的一个整体击倒节奏不会特别的快，这个哦，认识灵就已经给上了是吧？给上了也行，给上的话，第二波救人可能就是一个野人过来压机的救人了，躲掉这波误认，漂亮。之后说是还有孤，再交个小孤可以进前面的交互点，反正你误认交掉，你现在手里面没有误认的话，这个交互点，你别看他这个交互点不是很强。但是拦住一个杰克够了，3秒钟、2秒、1秒完成击倒。整个击倒，由于外面机械师的娃应该放了吧？我们看一下，机械师的娃没有放，密码机总量是超过3台半的。这个娃难道是留在后面去点门吗？灵柩这边直接交，杰克底牌要切吗？我觉得切了打针对吧。但是切了打针对真的上线是个平，而且平的可能性也不是很高。他这边选择反手过来抓机械师，抓机械师，机械师破轮，抓机械师真的影响不是特别大呀。对于穷者来讲，机械师只要不倒遗产机，他倒遗产机，我觉得问题也不是特别大。野人手里还有个薄命呢，除非是机械师倒遗产，野人人命救下来，那这样的话是有可能翻盘的。这里野人还想过来搞一手事情，算一下最后台机子，外面咒术师。修二楼的机子，野人没顶到。机子还没摸上，机械师这边的话是有大心脏的。开门战针对机械师，击倒挂上再留人，入殓师也过来了。讲道理，入殓师去一起帮忙修机子会不会更好一点啊？一刀误认甩野人，让入殓师救，想套灵柩也不对呀。你这波机子没好，对吧？你机子好了是没什么问题啊。你这边机子没好，等会儿我来想一想，因为我有一个知识点，突然有点没想清楚的是，入殓师要自己被救了才会有灵柩刷新吧？这边是反手切传送了。一刀无人甩中了，难道这个咒术师是个二挂？但是有一点比较好的是，野人这边没有救过人，野人这边是一个有搏命的状态。因为入殓师刚才他的灵柩是给到了队友，感觉如果说是我们马后炮的角度来讲，入殓师刚才跟咒术师一起修机子，然后野人一个人在这边单压，那么即便是你过半了传过去，这里入殓师可以修。咒术师可以走，相对来讲好像局面要比现在好很多。现在的话等于说这个传送过去，咒术师要被挂飞了，然后那边的机子也还没有好。
我找到这个机械师，我将其击倒，杰克吹响反击的号角，一刀无刃，甩没甩中。野人上猪，入殓师有摸到机子吗？这个机子的话现在52%，杰克9秒钟误入，哇，这给杰克抓到机会了，一个抽刀倒地。野人能保活吗？一刀误刃没甩中。这里这个人是不太好签的，这个人是真不太好签啊。这个人我觉得要不就别签了吧，反正就当机子压好了来处理啊。我这个人就不签了，我等你野人下猪，哎，我等你野人下猪。我就不签了，因为机械师一直在爬，以至于什么呢？这个机械师肯定自起不了，对吧？你最多密码机点亮。哎呦，这一波的话是想机子点亮，但是杰克手速更快，要赢了。哎，不愧是 S2 杰克，这给他抓到机会了，甚至有没有机会四抓呀？啊，我觉得穷者可能唯一有一点点亏的就是当时入殓师跟野人一起来救这个机械师。而且我好像没看错，入殓师救人他是不长灵柩的呀，对吧？他要被救好像是长一个灵柩吧，我没记错的话啊，大家可以帮我说一下，我这个知识点有点搞混了。现在的话入殓师这边赶过去捞野人好像是可以捞下来，但是捞下来两个里面必定倒一个，野人倒是可以上猪，但我抓你入殓师，对吧？你野人上猪，我抓你入殓师，野人这边点不了门，飞轮咔嚓一刀震慑，好，挂上以后去找野人，完成四抓了。哇，这把杰克打得真好啊！虽然说穷者这边可能在我们上阶段看来他们的一个抉择不是最完美的，但是真的杰克的那波传送我想都没想到，那波是野人半血，野人不好救人，外面的入殓师机械师离得又有点远，机械师更加不可能救人，就入殓师当时应该是个满血吧，没记错啊。哦 ，nice， 感谢大伙伴支持，下期见，拜拜。